太白高兴一场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。从雨天登山去了夏克里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。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吃吃草莓冰淇淋。如果你有一点坏心情，我为你的小梦圆舞曲，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。对不起，只能我一个人欣赏了。我今天不打球，穿裙子了。本来就不白，穿裙子晒得更黑。今天是一天，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他了。可以给别人姐妹打头发啊。小朋友，欢迎我以后的问号，为什么现在我看漫画？当一个人喜欢你时，对视时会情不自禁的笑，会给你买爱吃的冰淇淋。问你干嘛？还不敢拿就不行。会永远给你安全感。差点就撞到我。看来徐老师真的很喜欢我。为什么我不喜欢夏天？虽然有腹肌，腹肌乘二乘三，但是还会有。哎，啊哈 ，Yeah， I'm a bad boy。好想拿麻袋给他装起来。不吃，我最近在健身，你吃两包子。好吧。我的手好痛。嗯，来了，快进来吧。熊，我想吃苹果。能帮你熊，我打完球没洗头，头发好油，用手不方便，你能帮我洗头？就用这个小粉瓶吧，上次你送的那个迷迭香味道我用完了，换了一个跟你同款的玫瑰味。因为我想每天闻到和你一样的香。第一次帮男生洗头，莫名心动。徐老师，你是穿什么？我又不能理解了。这几个打球的哥哥太帅了，我没忍住多看了两眼。然后徐老师，哎，啊，我要去面对疾风了。打开心吗？哎，你离我远点吧，你身上都是汗，好臭啊！我汗不臭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前面一句是什么？我说你离我远点。Yeah, I'm a bad boy, don't good thing。那为什么每次我进球的时候看你是在玩手机，别人进球的时候就在哇哦？没有，你也在看呀。
小朋友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不能给我抢车啊！这是你谁？是谁让你送来的？难为你费心了。啊？是你说你要送我才去买的吗？这是只给我的，还是别人都送？我还给你的队友买了几瓶。我就知道，别人挑剩下的，你不会给我。徐老师又背着我偷偷学习了。徐老师，你刚一起打球的那个男生有眼神用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能帮我要个微信吗？可以啊。老师，哎，兄弟，要个微信吗？不可以。啊？他说不可以，没听到吗？是我不配吗？